trying to be somebody， 只想着要红开在蓝宝剑里，不想与众不同，只想跟风而已，没关系，我的音乐代表我自己、yeah。欢迎来到 Clash 台北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 Miss Clash 的娃娃，我是乔治纪恒。这个系列也来到了第五、第六集了，没错，每一次都是用真感情跟大家换，所以希望大家喜欢不喜欢都给我们一点支持，按个赞或是按个不喜欢，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会持续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惊喜。那大家如果有想要看的艺人或者内容的话，记得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这里干嘛呢？福利你这么多次，该福利我了。福利熊熊福利，今天请到的艺人，万千少女被他的容貌所迷惑，他也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艺人，来到这边突袭他平常做音乐的地方，我们二话不说直接 let go。 请进哇，这里就是我平时做音乐的编曲室，很多 demo 或者是正式的歌曲，我也都会在这里完成。我一般遇到的工作室都没有这么华丽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还有气氛灯，不同的心情，然后就会搭配不同的颜色来。你说像夜店的灯这样吗？我有时候习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都会开这个灯，然后把自己的灯关掉，全部关掉。哇！如果今天在做一些比较电音的音乐的时候，我就会开这个，不错，就有点那种在夜店的感觉。气氛来了，对。让我们欢迎派伟俊小派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派派伟俊。哇，这是我们这个企划第一次来到工作室系列，因为之前我们都是想去人家家里啊，翻箱倒柜的。小派是混血儿嘛？那你是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吗？我反而中文讲比英文好，对，因为我从小就在读讲中文的学校，就是一直也不是说因为混血，所以都读美国学校。那你会讲台语吗？一点点，我会唱台语歌，真的吗？啊，来唱个两句哦。我什么都唔惊，哦，又唔惊惊。是什么启蒙让你想要接触到这一块 DJ 这个东西？我其实从很小就很喜欢音乐，我那时候是听到 David Guetta 的作品，但是后来让我真的想开始做这样子的音乐，是听到一位 DJ 叫 Mako， 他 remix 过一首歌叫 Shadow of the Sun， 那个 drop 让我觉得有一种很棒的能量，我从那一刻开始很认真想要做这一块。聊一下去年你发的这张专辑，如果只能让你挑一首你最喜欢最喜欢的，你会挑哪一首？一定是 Don't Wanna Lie。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开始，没有这首歌，这张专辑可能也不会长这样。平常除了创作，你还有什么兴趣啊？我喜欢打电动。你都打什么？我打 Apex。打电动对我来说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你也要让自己有休息的时候，不然你也不一定会有最好的状态。所以这是你唯一的休闲娱乐吗？看电影也蛮喜欢的。那你觉得看电影的精华在于吃爆米花还是看电影？要看那家爆米花到底好不好吃。因为我也吃过。吃两口，我懂，醉的那种。我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给你过。那我想要问老板人好吗？人很好，很好。老板都是我们的童年呐、啊，他很厉害，我也是向，就是向他看齐。有一次我在 Clash 台上看到你说你有一个冷笑话的社团，社团还有在经营吗？有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先不公开那个社团，里面太多笑话，我们想要自己保留。跟我朋友现在还在慢慢经营着，里面有500多人。好，那你要分享个一两个吗？可以。还是我们要来比赛？你先讲。这个是要比冷吗？因为这个主题是冷笑话，都可以，又冷又好笑。又冷又好笑。Round one, fight。有一天，有一个老师，他要找一个同学叫李弘毅，他就跑去问同学：“哎、欸，同学，李弘毅几班？”同学就说 ：“Nike， 李弘毅几班 ？Nike。”因为我大学我们班就有一个人叫做林弘毅，一笑到就是对这种就是无感了。有一天，小明跟小美走在沙漠，遇到一个阿拉丁神灯。阿拉丁神灯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让你们一人许一个愿望。”小明就说：“我想要变聪明。”阿拉丁神灯就给他一个聪明丸。小美就说：“我想要长高。”阿拉丁神灯就给他一个长高丸，他就变男的。因为我听过一样类似模组。请问奈米屌有什么功能？
奈米屌可以做什么事？基本上没有，基本上没有。没有吗？它可以干细胞。哦，这个我听过，这个我听过。我来个冷的，不是色情的。Okay. 好，那个为什么美国开票开这么久？他们有美国时间。好，可以换一个吗？可以啊。这辈子就要打枪。什么车是公的 ？Toyota。头又大、嗯，没有，答案是游览车。游览？为什么？游览车。游览。哦。哦。我今天带了一些我自己的收藏，要给大家看。好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Let's go！ 学练酒。今天你带了几件，就是我觉得蛮有特色的。是有这一件呢，是我很喜欢那个牌子叫 Amir。像这些破坏的这些，都是他们一件一件去手工、嗯，所以每一件都会长得有点不一样。然后这一件呢，它是我东奥赖 MV 里面穿的、嗯，然后是 Fantasy， 就我老板的牌子。当时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在电话亭里面泡水。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件水货。这里我带了三双自己特别喜欢的，这双是 SB， 因为我觉得2021现在最火的鞋子就是 Dunk 跟 SB。这双那个 Travis Scott AJ One 也蛮有意义的，因为这双是我老板之前送我的。第三双就是 Nike 跟 Sakai， 这是他们最早出的，最早出的是这双，然后这双是 Nike 送我的。哇，谢谢 Nike。所以今天去夜店不可能这三双，我不敢穿，一定不可能。不然就是你是夜店 MC， 你才会穿这个三双。你在讲谁？自己知道。谁？我不知道啊，没关系。你到时表演知道了。我们今天有给你一些即兴创作的题目，那它就是有一个人事实地物，地点的话就会设定在接下来要表演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店 Clash 台北。那人的部分呢，我们有娃娃跟我，台神游戏你的老板杰伦哥，这三个你可以选一个人物。事情的话，把妹。放屁大特罪，史进瑶，史进瑶是那个。对，物就你就自由发挥。OK。3月28，在 Clash 表演，记得要来。台神游戏。我好想要拥有你的六块肌，台神游戏如此专情，我想你一定很会把妹。我喜欢这种冲突的感觉，这种是绝对是即兴创作，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是乱讲。刚好紧张哦，我想说我可是我觉得这个情绪是对的。今天谢谢小派带我们来参观你的工作室，那你消耗一下3月28号的活动。3月28号在 Clash， 记得带上你的好朋友一起来跟我们派对，好不好？没错，谢谢 guys。我忘记要讲什么，我想要杀了你，我很想要杀了你。三二一，别急着走开，后面还有彩蛋。这个 challenge 推荐给你。OK play。拍了一下手，指着他，指着他，不行不行，这样不行。大西瓜，假装没事，大胖的肩膀将脚扭啊扭扭啊扭，比例二往后退。甩了甩头，直接牵手往前踢，往右边踏，往前踢，往左边踏，拉出来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靠着肩膀，五步结束，五步结束，好了啦。